哈哈哈！你们看，这是赛罗，这个是迪迦，这个是格力乔，他们都让我变成了僵尸怪。你们千万不要给他们送奥特能量啊，要不然他们就会恢复过来打我的。好困啊，我先去睡觉了。他们怎么全部恢复过来了？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打他！救命啊！奥王爷爷给你吃馒头，给你喝稀饭，给你吃咸菜。小贝利亚，你们怎么能让奥王爷爷吃剩馒头、咸菜，还有凉的稀饭呢？这多没营养啊！你们一点也不心疼奥王爷爷。小迪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喜欢奥王了，也没有人愿意给他光了，而且他的表情包都让小朋友删光光了。奥王有馒头、咸菜和稀饭吃就已经不错了。你看，奥王好久都没有吃饭了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你们两个不要说了，咱们还是赶快走吧。你看奥王身上又臭又脏的，反正也没人喜欢他，也没人给他光了，咱们干嘛要给他吃的呀？快走快走。难道真的没有人喜欢奥王爷爷了吗？奥王爷爷你别伤心了，你在我心中是最棒的，加油。爷爷，这个炸鸡给你吃，奶茶给你喝吧。小赛，这个炸鸡奶茶你留着吧，你看它这么脏，臭死了，吃个馒头就行了。爸爸，你这样对爷爷，等你老了我也让你吃馒头。不要啊。小赛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爸爸不应该这样对爷爷，我们叫爷爷一起回家吃饭吧。爸爸，你怎么被关起来了？我来叫你出来。妈妈，你怎么也被关起来了？我来叫你出来。小朋友，救救我，我是奥特曼。我们才不救你，你是坏奥特曼。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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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给你们俩薯片吃，谢谢。给你们俩果冻吃，谢谢。给你们俩香肠吃，谢谢。给你们两个汉堡糖吃，谢谢。快吃吧。啊，我怎么变成猪八戒了？啊，我怎么变成一只兔子了？爸爸给我买的恐龙气球太漂亮了。妈妈给我买的棒棒糖太甜了，拿来吧你。僵尸叔叔，小僵尸把我的棒棒糖抢走了。僵尸叔叔，小僵尸把我的气球捅破了。你这孩子，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听话。哇，这么多玩具。妈妈，我要这个。不行，家里有了。哼，妈妈，我要这个。这个家里也有了。烦死了。那我要这个吧。不行，家里也有了。不买不买，你们给我买，我就不走了。你不走，我走。我也不要，你走。也有灵吗？这有个小孩子不听话，赶紧把他带走吧。妈妈，我听话，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哎呦我的妈！小鹏，我出去了。姐姐，你爸爸又出去了。在哪儿啊？干嘛去呀？都有谁呀？为什么不带我？小猫咪，你等着，我去叫人来救你。门前大桥下，游过一群鸭。叔叔，有个小猫咪掉进井里了，你快去救救它吧。我们拿着梯子快去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你说你这熊孩子，你是怎么爬上去的呀？妈妈，妈妈，我害怕。宝贝别怕，小心，稳住，消防员叔叔马上就来了。小朋友，以后不可以爬这么高了，很危险。我知道错了，谢谢你消防员叔叔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儿子别怕，爸爸保护你。爸爸，爸爸。爸爸你太厉害了，鲨鱼都被你抓上来了。那边还有一只呢。哎呦我的妈。我们来救你们了，快上船。儿子我们快走。去你丫的。娜娜，六点半了，我们该起床喽。好，起床喽，穿好鞋子，穿好衣服，系好我的小纽扣，上个卫生间，
冲干净马桶，刷一刷牙，洗洗脸，好好吃饭饭，然后把桌子擦干净，换上我的小皮鞋，然后系个蝴蝶结，最后背上我可爱的小书包。校车来啦，奶奶要去上学喽。妈妈，有老鼠！小宝，这个叫松鼠。救命啊！怪兽来了！不怕不怕，这是大象。妈妈，这个是妖怪，它是大熊猫，我们的国宝。你看多可爱！妈妈，我可以摸一摸它吗？可以的。哇，